生催心不禁叹一声，今又如此没红颜。走一步才知此情已难舍，过一处拼添了一份长怀念。如果杀你，很多人都要遭殃。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。这个人是谁？金师重捕头马以飞的手下，他给我一份海捕公文，指明要抓你们父母。刚才他又看见大小姐走出去，所以我不得不杀他。事情越闹越大，连你都被拖下水。过去我说过，顶多赔上一条命，况且我这条命也是老哥哥所赐。老弟弟，你有一家大小，何苦为我父女天涯落难之人做这样牺牲？是某人读书不多，不过我知道受人点滴涌泉以报，况且老哥哥对我是救命的大恩。如今你我谁也不欠谁，天都快亮了，先解决一下尸体要紧。翠娘马上就要回来，我想天一亮就带她离开这儿，尸体我们也带走，人是我杀的，与你不相干。受的内伤不轻，还是多躺一会儿的好。幸好乔大人手下留情，老大还死不了。当时你为什么不出声？万一把你当成了歹徒杀了你，怎么办？你穷追不舍，认定我不是好东西，就算我开口求饶，你就会放过我了？至少我不会匹配六七成的功力给你一掌。现在也好，你救过我一次，现在打了我一次，我们扯平了。这把金红宝刀怎么会在你的手上？金红宝刀本来就是我爹的东西，物归旧主，有什么不对？你爹的东西，令尊是你要的。于科大将军，你知道就好，拿来。翠娘，这把金红宝刀是深藏在大内，去年皇上还派人拿出来观赏，怎么会到你的手上？我懂了，你们闯入大内就是为了要盗走这把宝刀，你所谓的躲避仇家，躲的就是办案的官差。现在真相大白，打算怎么办？
好吧，军火宝藏你暂时保管，我走。怎么？难道你不让我走不成？女人受两次内伤，还是没娘好事在手。棺材的手去年的办事一向拖沓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必定出了事。我知道那是。哎，老哥哥请留步，目前金石牌里的已经到了，老哥哥暂且避一避，让我把他打发走。下官孙洪，不知钟捕头驾到，有事远禀。恕罪恕罪，不必客气。昨儿个深夜，我有名副手到贵馆来投书。啊，是王豹王大人。下官已经把王大人交下的海捕公文分送到各处去。我在马厩里看见他的坐骑。王大人心急攻势，略作休息，天还没亮就换了快马走了。临走之时，交代下来，把他的坐骑交给总捕头。我跟王豹约定在这儿碰面，他匆匆的走，想必是另有发现。他在临走的时候，有没有留下信函和便条之类的东西？王大人走得匆忙，只说要一匹脚程脚快的好马，要不追一位重要的人犯。重要的人犯，你知不知道他向哪个方向走？下官送他出去，只见他向北走。多谢，告辞。白宇飞是有名的追踪高手，他一定马上就会发现你骗了他。目前只有走一步算一步，白宇飞必然会折回来。我看你跟我们走吧，咱们暂等半日。下官已经派人去查大小姐的下落，而且白宇飞的手下也许就在附近，老哥哥千万不要出去。大家在这儿休息。是。你是上了我的当，我一直跟在你们后面。杀了他！
师傅，是我。师傅，您老人家已经安好。我不是你师傅，你不明白。此地是非多，你赶快走。杜宇，杜宇。不愧是药材商，居然随身还带着少林的疗伤圣药。大王的，师父不要说话，师父。我已经杀了百里飞，现在不会再有人追我们了。多谢师父，不要叫我师父。师姐呢？她出去买好了惊鸿刀，我们就要离开此地。你听清楚，我要带着翠娘到关外避祸，你不准再跟着我们，也不要再去招惹官府。在这儿疗好了伤，赶快走，天涯海角，你走得越远越好。我在屋里头找到点干粮，到外面去采点野菜，加工加工吃了。你买了卤菜，这顿饭很丰富，来，坐下来吃。是你说的，我伤好了就能走，我爹就要急死。你我走得了，走一步算一步，大不了拼了，我就不信我打不出去。你们擅闯大内，目前已经成了全国通缉的亲运侵犯，天下虽大，只怕难有你们父女容身之地。什么侵犯？说起来是你们皇上抢走了我的宝刀，我们拿回来有什么不对？翠娘，这把惊鸿宝刀到底有多大的用处，值得你和杜宇兄不顾性命的擅闯大内？在你们心里，它只不过是消遣如泥的宝刀。可是，在我爹心目中，惊鸿宝刀代表的是他过去一段辉煌的岁月，是他的先帝故国的冠冕。这些年来，我眼看着爹在他心里头一天比一天衰败，所以我们要拿回金箍宝刀，让他看看宝刀未老。
你们确实一片孝心，可是做得太莽撞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逞一时之快，只会带来更大的祸害？在你们皇帝的宝库里，神兵利器何止千百样，一把金虹宝刀算得了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穷追不舍的？你们的罪名是擅闯大内，哪怕只是一根针，也是杀头的罪。闯都闯，说什么都晚。那我问你，翠娘，只要你陪着令尊和杜宇兄到皇上面前认罪，我也替你们求情。皇上英明仁厚，说不定会网开一面。我爹的脾气明哲不断，他不会答应。你点了我的穴道，又不让我走，又不把我送到官府去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还在考虑。等你考虑好了，说不定我爹来了，一刀把你杀死。九纹鱼大将军铁掌无敌，我也正希望向他老人家求教。师父大人膝下，徒儿伤势无碍，出外寻找师姐，师父请放宽心，静待佳音。姓孙的义臣也一起走，记住，雇一辆长城的马车，日夜不停地往西北走，找一处深山大泽落脚，不要再逞强了。如果杜宇兄来跟你们会合，请代我向他致意。多多保重，乔松。当今皇上是个好皇帝，我把宝刀带回去，如果皇上开恩，不再追究，撤回各处的海浦文书，你们可以出来活动，做一个安良的百姓，找一个好。师姐，师弟，你没有事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被鹰犬抓住的。师姐，师父等不到你回去，急坏了。你到底遇上什么事了？我被乔松打伤了。什么？乔松打伤了你？不怪他，我蒙着脸要把金虹宝刀藏起来，他拦着我，他不知道是我。乔松呢？
们回去找爹，赶快离开这儿。金红宝刀是不是被他带走了？我找他去。师弟，金红宝刀上死了多少人？不要再追问，你赶快跟爹一块儿去那找他，把这个山簪出，过去平平安安的日子。师姐，你为了乔聪，你变了。难道你忘了我们冒了多大的风险，出了多大的力气，闯了重重难关才拿回的惊鸿宝刀？如今眼看着乔松把刀带走，你知不知道事情一过我们都白忙了？我不甘心。当年我为了一个奇人女子就被师父逐出门墙，师姐，乔松也是奇人，难道你想看悲剧重演吗？久违了，乔兄。杜兄，留下惊鸿刀，让你过去。在下只记得杜兄是位凯盛灵药殷实豪放的药材商。没想到杜兄还是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，在下有急事赶路，改日再向杜兄求教。乔兄有意为小弟开脱，盛情可感。只可惜小弟既是大闹进宫的主谋，又杀了官方不少英种。如今就算回过头来再做药材商，那也来不及了。你杀了些什么人？太多了，无名小卒不提也罢。百里飞、百里吴兄弟，你总该认识吧？你是说金石总捕头百里飞？不错，他的追踪之术极高，追得我无路可走，我只有杀了他。好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杜兄不愧是条汉。好说，小弟做事一人承担，不必连累他人。你要找的盗刀侵犯、杀人凶手，只管找我就是。皇上的病是杜兄赠送灵丹治好，如果杜兄肯束手就缚，不必说了。我要早知道他是皇上，未必会给你灵丹。如今我救过你主子，你救过我师姐，咱们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。在下还有急事赶。杜兄最好找到密室，陪着你师姐远走高飞。没有你背上的惊鸿刀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杜兄不要逼人太甚。很抱歉，这把刀我要定了。嘿，苦苦相逼，一再纠缠，乔某已经忍无可忍。你有两条路，留下宝刀，或者跟我动手。杜兄可知道，在下一出手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局面。能死在乔兄手上，死而无憾。好胆气。杜兄若是能胜过在下，惊鸿宝刀任凭你拿去。谦让。
身上。师弟。于情难允，于理于法，又不能不杀他。师姐，不要怪乔总，我只遗憾没有好好跟师父学剑，技不如人。我懂，师姐懂你的意思，再忍一忍，师姐带你回家。谁干的？乔凤，是你为了夺回宝刀，跟乔凤对杀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一把金鸿刀算得了什么？不值得你拼命。师弟，您放心，我带你求爹。爹。师弟他跟你老人家学剑，做您的徒弟。下辈子你还是师父的好徒弟。师弟，你听见了，爹答应了。让你重回师门，师弟，师弟，师弟。为了这把刀，死了那么多人，何苦来哉？你拿去吧。皇上，这把金鸿刀既然是于和的，那就赐给他，算是物归原主吧。皇上圣明，于和妇女感恩在德。乔松，臣在。你不要错会了我的意思，刀是他的，赐给他算是物归原主，但是他擅闯大内，盗取宝刀，杀死官差的滔天大罪，朕还是要追究。臣斗胆请皇上开恩，罪魁祸首是杜宇，已经死在臣的手下。乔松，臣在。你跟在我身边也有不少日子，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做过因私而荣功的事情？再说，朕乃一国之君，万民之首，若是不能做到，信赏必罚，公私分明，又何以去治国？
国平天下。臣愚昧，请皇上恕罪。贾宝，小的在。叫你去跟巡抚说的话，你都说了。小的遵照万岁爷的旨意，叫杨府台一切秉公处理，先把玉和妇女抓到归案要紧。你都明白了吗？臣明白。你到巡抚那儿去，相机配合他办好这件事。朕非常爱惜前朝的遗老，希望他们都能够得到个善终。你要把朕的意思好好的告诉于可于将军。臣遵旨。不喝酒，我还能干些什么？一个老朽无用的废物。爹，你怎么了？自从师弟他死了，不要提杜宇。当年。他只不过是喜欢上一个欺人总兵的女儿，我就把他赶了出去。如今连我的独生女儿也不能免死，我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对杜宇太不公平。爹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，你会不懂。自从那个姓乔的奇人来看我，你看他的眼神，我已经知道。没有阻止你，没有打你骂你，没有不准你跟那个姓乔的交往，我已经成了一个没有原则的老废物。乔松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乔松也是杀死你师弟的凶手。跪下！做不做得到？你要是做不到，我们就不是妇女。好，我要你发下重誓，下一次再见到乔松，你要一刀杀了他，替你师弟报仇。我要你发下重誓，下一次再见到乔松，你要一刀杀了他，替你师弟报仇。
乔松，你连父亲师弟都不要了吗？爹，女儿不敢。哼，你还有什么不敢？不用说，不能够出去跟人家争强斗势，连在家里管管女儿都已经力不从心了。爹，你不要生气，女儿答应你就是。老哥哥，老哥哥。孙老弟，请进来吧。老哥哥，大小姐有什么地方惹您生气，我替她说个情，让她请。快滚起来！还不谢谢你孙大叔。谢谢大叔。不必客气。老哥哥，一切准备妥当，你们大小姐今天就上路。孙老弟，多谢你的好意，我于某人不能在这节骨眼上丢下你一人远走高飞。老哥哥，事情紧急，差的随时就到，我留在这儿应付他们，也许还能挡一阵子。老弟不必白费唇舌，我拖累了你，这个义诊你是干不下去了。你走我就走，你要是不走，我们妇女留下来陪你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。就算我愿意走，我还有一家老小都在这儿，带他们一起走啊。老哥哥，就算我说服他们人人点头，收拾细软总还有一两天吧。一两天就一两天，我等你。老哥哥，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失去了一把惊鸿宝刀，我不能再失去你这个义气朋友。好，乔松是你，于将军，是你啊！我正想找你，没想到你倒送上门来。老哥哥，你快走，这交给我。真兄不必如此，在下并无敌意，但你来干什么？在下只想跟于将军说几句话，特地把惊鸿刀来送过来。我不相信你的鬼话。老弟，你尽管去接应贵宝卷，我来跟他谈谈。老哥哥，我信不过他，就他一个人未必拦得住。孙大叔，您放心，不会有事。乔松，你说话要算话，先把惊鸿宝刀扔过来。好。于将军，我们还是到你下榻之处。天哪！
金红宝刀还给我，就想让我束手就缚。你们以为于某人是三岁的孩童，任你欺哄？皇上仁德，不愿意多做无谓的杀戮，只想给于将军开诚布公一态。乔叟，你可知道这把金红宝刀，吹毛断发、削铁如泥，是把神器。在下见识。如果老夫拿着这把宝刀杀出重围，你们未必拦得住。于将军就算能闯过在下这一关，未必见得能闯过医馆外面重重的包围。就算能侥幸闯得过去，以后又如何呢？于将军能带着翠娘逃一辈子？皇上善意，请于将军三思。他们要谈，就跟他们谈一谈，大不了一死。快来！是孙大叔，是孙大叔，姓乔的，你好卑鄙！出现，我还以为你不出来，把他们两个拿下。乔大人，皇上要见于将军，叫你的人退下。再不动，再动我就宰了他。想不到孙逸尘还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。少废话，叫你的人全部离开，我要请这位马大人送我们出去。你出不去的。孙老，外头已经层层包围，你逃不掉的。除非他们不要你的命。天高里翻船，死在无名小卒的手中。天山兄，孙大叔，杀！杀光这些阴船！
道已尽，人事全非，你走开！老朋友，跟着我来吧。翠娘，金鸿刀已经给宜将军陪葬了，皇上已经降旨赦罪，你们都没事了。翠娘，以后你多多保重。